白天来到动物园里面呢，发现呢我们的猫头鹰呢始终呢是在那个鸡架上呢是一动不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的话呢，对于猫头鹰来说呢，它们白天的时候呢睡觉，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才出来活动。那么猫头鹰为什么会有那个习性呢？首先一个方面呢是猫头鹰的屎，因为的话呢猫头鹰喜欢吃老鼠，然后的话对于老鼠来说呢，一般呢是晚上的时候呢活动的时间比较多一点。还有一个方面呢是猫头鹰它们眼睛呢和我们人类是不同的，我们人类呢是白天的时候视力好，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看东西比较模糊，但是呢对于猫头鹰来说呢，它们的眼睛是刚好相反的。